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先分享一下，我的孩子是2014年属马的，有自闭症，在念经一年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请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？感恩师父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14年属马。现在晚上还是有点麻烦，晚上啊，白天蛮好，那个灵性晚上还是来的，在你们家里还会跑，明白吗？你问他，他经常会听到小孩子会指指天上，就是天花板。对对，他特别喜欢看天看云。因为他看得到灵性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他也能看到菩萨，经常跟我说天上有菩萨。现在知道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他还鼓掌呢，你看他。对，他刚刚学会的这段时间，啊、法会期间学会的。啊。他看得到台长头上有菩萨的。对，他第一次看到师父的图片，他就说是菩萨。他会说菩萨吗？不会说。会说会说。说菩萨。菩萨。感恩菩萨。感恩菩萨。卢爷爷好。我没叫他叫，所以他不会叫。我现在不叫他叫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脚有点问题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小时候走路的时候有点不是特别好，两个脚不平的。对对对，关节畸形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啊，小孩子的大脑还是有些小问题。对，明白吗？对对对。好是好很多了。对，小房子一共要至少还要大概要920张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吧。好的。放生多少条鱼？3000条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这孩子能够跟鬼沟通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经常会讲一些怪怪的话。对对对，他经常自言自语。对，他完全看得到菩萨，也看得到灵性。对对对，就是是的。他的眼睛，他的天目根本没有关掉，他会看得到你，还有你们家里。比方说，他会指着某一个地方，就像好像看见人一样的。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好像又觉得他特别聪明，好像又有时候又和我们不一样，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灵性呀。对对对。灵性呀。你要叫他好好修，这些小房子念下去之后就很好了。这孩子如果好了正常的话，人会很聪明的。对对对，很聪明，就怕他学坏。你要一定要记住，你不能让他，不能让他那个学坏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。你自己要处理好家庭关系。对对对，师父说的非常正确。你跟你老公两个人真的是一塌糊涂的。师父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师父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要记住了，自己你自己也不是省油啊。对对对，弟子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向师父忏悔。明白了吗？对。年轻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师父，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好的念经忏悔，这孩子没问题的，以后会好的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看看他像个小沙弥不啦？你看他，开心了不啦？天上就是玩猴啊！你看，
他现在身上知道了就好了。啊，好，停。鼓掌了。他看得看，他看得到爷爷手上，我只要手伸起来就看得到菩萨了。嗯嗯，对。他经常能看到天上有几个菩萨，经常跟我说。嗯，他看录像都能看到师父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第一次看到您的图像，他就跟我说是观世音菩萨。好了，已经给他加持过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很多了，没问题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过一段时间就会突然之间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心得不得了了。好好给他小房子念好。好的，自己要忏悔，每天要念礼佛。哦，对，最后自己弄了干净一点，你这个人不干净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念出来的东西也有打折扣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师父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而且不许看那种乱七八糟东西。好的。这么大年纪了，孩子又不好，还要看。师父刚刚看你头疼的时候，看你也看这些东西，真的要强。嗯、弟子错了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一个人不要被人间这些不好的五欲六尘所染了、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了。加持过了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最后就是一个问下那个功课怎么安排给孩子？什么？功课？就是功课嘛，就是主要是心经呀，心经27遍呢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小房子最重要。好的。大悲咒每天要念17遍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礼佛念2遍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要当心啊。嗯。小家伙的泌尿系统不好，小便。对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有，晚上也特别多。对对对，现在还要给他垫尿不湿、嗯、明白了吗？对，好了、嗯、尿不湿，这么大还尿不湿呢。好了好了，好，感恩师父，谢谢，感恩，感恩关系。